张啊，千万不要转身。我被记忆推着走，只能旁观不能插手，无奈的看你泪水蜿蜒的流，我一定伤你很深，才会让你哭也无声。那时候你我如此无邪单纯，深深相信这是全部生命，于是用力燃烧感情。可是爱与愁，谁能靠它活多久？我们终于可以确定彼此无法适应，才在倾盆大雨的夜，心中残留却已无法回头。爱与愁，还有年少的执着，我们竟然深深相信这是全部生命，于是用力燃烧感情。可是爱与愁，终于可以确定彼此无法适应，才在倾盆大雨的夜决定分手。介绍一下你自己。老师好，我叫黄渤。是真紧张啊！之前看《好声音》，好多学员上来以后都会有一个这个，我刚才也来了一口。你怎么够啊？那我先说一下我为什么转身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后边的人逼着我转身？转过来之后，我觉得你唱的太好了。我一开始以为是伍思凯，但是后来我听到最后，我听出来又不是伍思凯。峰哥怎么转了？主要就是觉得味道不太一样，和其他的选手。其实这个地方啊，真的是挺让人向往的，真的是这个是从小的一个梦想。太多年没唱了，就因为唱，实在唱不出来啥，后来就开始拍电影了。我觉得根本就是电影圈里面唱的最好的一个演员了。那也可以这么说，是会唱歌里面最会演电影的。来好声音呢，所有的学员，因为肯定是有人陪着你来的，你的父母，你的姐妹，来没来到这个现场？对，今天来我也心里边特别不踏实，然后呢我就把自己孩子带来了。对，其实今天我们是整个一个剧组来的，心花怒放，这个导演宁浩还有徐峥，我们今天是代表黄渤的亲爹亲妈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的，因为我们知道黄渤就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，但是苦于没有出路，形象有限，所以呢，一不小心从事了演员的这个职业。哎，刚才没有太为难吧？太勉强了，我们赚的，是我们。其实呢，我们知道在最新马上就要上映的《心花怒放》的这个电影当中呢，黄渤先生就扮演的是一位草根的歌手。先生，这一次来到现场，我想对这个角色的理解会多了一些新的体验，可以跟我们分享。这次我在这个电影里边演的也是一个歌手，一个已经放弃了自己梦想的歌手，而且我觉得来到这个舞台特别的有意义，在这个舞台上重新捡起来。嗯，你先说说你的梦想。我的梦想是有一天开一场真正的演唱会。你要说你要开32场演唱会。请大家再把热情的掌声送给黄渤先生、徐峥先生、宁浩先生，祝《心花怒放》电影大卖。